诸位，我们一起合掌。还是依旧先点三归啊，请大家各称法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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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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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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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阿弥陀佛。啊，各位佛子，啊，各位有缘，大家呢上午吉祥啊。非常感谢我们居士林啊同仁的这些护持啊，成就使得我们又一次再续前缘吧。啊，真的时间的流淌非常快啊。如果在这儿听过的话，去岁一别，算是因缘暂告段落啊。那我想终归是藕断丝连吧。今天呢又再续在这个维摩讲堂啊。虽然是已故，命与随解啊。我放眼这么一看呢，也很多老面孔，依旧的面孔啊。在无常的这种迅速中呢，我们还是在尽自己的发心、心力、愿行啊，在学修佛法，这点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也是共同的愿行呢，把我们感召在了一起。特别是这次来讲的叫《华严经》。有时候我自己扪心想想啊，真的有时候一些实在让人不敢相信，这个殊胜之事、好事来的呢，真是如同我们有时候这个逆境委员来了也是措手不及啊。这个殊胜的因缘现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时候真的是再次感恩，不敢相信说居然有这样的因缘。在这个阎浮提浊乱的世中啊，已经到了末法时代，居然我们还能聚首在这里来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虽然今天站在这坐在这儿呢，我感觉也很奇妙啊，好像又这么长时间弹指一挥，又好像恍若隔世。这个学修不得力，这个分别之见中呢，又来给大家算说时数宝了啊。回到普陀山一年多来呀，也真的是见了好多高人。在观世音菩萨的琉璃世界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匆匆一过啊，烧香拜佛游玩一番啊，接个缘而已。那我回去住了这么近一年的时间，才发现说真的是观世音菩萨依然住世，就在南海普陀。这些罗汉们呢是紧随其后，不离不弃，
啊，所以很多大修行人就隐在普陀山，深藏不露，啊，甚至这个天天就在一起，这生活中上殿过堂也认不出来，啊，只能够信心来支撑。有一个法师呢，见了我们，你们以后有机会到普陀山普济寺去参学，也许能见得到他。啊，他见了人就说：“你是佛，你是佛。”有时候又有一次给我讲到说，成佛都不需要一秒钟的事儿。啊，说要一秒钟的时候，已经就在一秒钟以后。啊，他说成佛不需要一秒钟的事儿。哎呀，但是我说我们三宝弟子中，把时间也不知道浪费虚耗在哪里了，不能转身，转不过来。啊，那为什么又来说是属宝呢？说眼睁睁的看这个虚度光阴，好像毫无办法。啊，与其干着急呢，还不如发心，让心念呢有一个业处，就是来寻修佛法。啊，因为我们不听闻，不思维，不关照，不念佛的话，那所有的时间依然还是在做，在干事情，就是不知道起心动念在哪里。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还应当依然如故的精进勇猛来闻思修。啊，纵然说这辈子哪怕说没有成凡转圣的这个出头之日，可是我们还有西方极乐世界。啊，作为大后盾、大靠山，啊，这次来讲这个华严经啊，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识得首楞严，从此不识人间遭果位”，啊，认识华严经，方知已是佛法的富贵呀。在这样的大乘经典中呀，我们常讲到说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而这个华严经呢，直接就说的是佛的境界。大家要晓得，我们今天开始直接就是讲的佛的境界，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刚刚成佛即刻圆满的那一刹那，就开始以他最畅快的心情全情的来分享他的所见所闻，在法界的所见所闻，啊，所以说非常的因缘，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好像本人在讲到这个完整的大部头的经典，好像都在维摩讲上为主，啊，你看前一部我们刚刚讲到说楞严经，现在又开这个华严法，啊。华严经的书胜呀，等一下我们还要讲到缘起啊。佛佛道同，每一部经典啊，大家学佛教的经典，每一部经典其实都是通的，都是为了开示悟入佛之间。虽然只有在法华经里面这么明说啊，其实华严经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呢，直接就是把这个佛之间已经敞开了，没有遮没有挡的全盘的拖出来。可是呢，当时只有这个大菩萨们能听得懂，能相应啊，连罗汉爷们往回的这些根性呢都搞不明白，就像聋子哑巴一样，想说点问题赞叹一下也说不出来的所以然啊，听了吗如云里雾里，搞不清楚来龙去脉。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直乘本怀，就是这个佛之剑开示给他，但他没有办法悟，没有办法入啊，所以后来呢才开始有的这个什么阿含经呀、般若经呀这一系列的讲法，最后又才回到了佛之剑。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讲法的这个脉络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我要
告诉大家华严经的功德在哪呢？我们能够听到这部经啊，现在我就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能听到这个经的名，你已经就开佛之见，就这么殊胜。你能够见到这个经文，翻开经文啊，能够读诵这个圣言，这就是是佛之见，是给你了。你能够学修，能够读诵，把它作为行门来一直相续，那么这就是入佛之见，就是开始悟啊。所以从开到入，其实不离一心，收放自如的教法。所以经典里面啊，讲到《法华严经》，佛门里面常说叫华严什么呢？叫教海。三藏十二部的内容全部就在这个经典啊。这是先跟各位同学呢交代一下啊。那我们下面呢说几点，因为每次讲经呢，它是总要有个缘起的。怎么就因缘具足的这么殊胜？我们就此时此刻，今天9月27号上午9点，就在维摩讲堂就开始了呢。啊，怎么就过去？多亏本来可能因缘中也可能说去，也可能不去，最后去了，就这个因缘种在那儿，多亏种了这个因，今天有了这个缘，啊，所以你看因果多重要。那么因为我们在居士林常规的缘起中呢，一直在读诵华严经啊，有这么一个修法，这样殊胜的法会呢，我们也算是配套的来展开学习听闻一下华严经。要给大家讲的是，这次的讲华严经呢，不是像楞严经一样，也可能暂时的条件不可能像楞严经一样逐字逐句的讲，因为80卷啊，在梵文里面号称有10万诵。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叫灌讲，这次来把华严经利用这可是也得几年的时间，因为一个月一次嘛，现在的因缘啊，来把它灌解一下，希望大家呢能珍惜因缘啊。另外因为在我去年11月份走之前是正在讲弥陀要解，不说阿弥陀经要解，那么弥陀要解呢现在已经因缘转到观音菩萨坐下去啊，在那边讲的给续上。那有的同修呢也在直播呀或者网上的视频也能看得到，就不再重复介绍啊。原来我是准备再说讲法华经来着，结果呢因为在居士林已经有大的在讲法华了啊，后来想想说那讲什么呢，就讲维摩诘经吧。每次一进门就看见他老人家坐在那儿，觉得不好意思，也没有赞叹，也没有这个称扬赞叹过他，说讲一部维摩诘经。后来说也有法师在讲，哎呀，就我这个福报就大到这么地步，你看看，硬着头皮把我逼着推着要讲这80卷的华严经啊。所以真的是跟诸位一起来能够学习华严经，也算是末法时期的百花齐放了啊，太难得了。那特别我自己也学习一下这个讲学相长啊。虽然世宗一开始就讲，那我们这么多年也没有学，不够意思啊。今天呢算是因缘到，自他接力。第二点呢，还要给诸位同学汇报一下，真的这个世界太不可思议，就无独有偶啊。如果你们记忆力还可以的话，记得我那会儿说要讲楞严经开始讲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法源寺的小师傅给我把所有楞严经的注释给我报过来，也是就水到渠成这么开心啊。那在居士林说要到底讲什么经典，就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不知道在座的有的可能认得，有一条纸经居士老带着大家什么有一个慈悲坛放生啊，在北京他还挺精进的，这么多年也如一日。他呢就莫名其妙就在这个时间点上给我发信息微信，说师傅有一套华严经疏操的合刊，就是解释所有解释华严经的这些注疏呀，钉在一起2箱子书，说你要不要啊。我说我回了五台普陀山以后，所有的书我也懒得打开，那还潮嘛，原来塑封了好了
因为还没有一个地方确定下来在哪里住，还在书里抱着，我说我参考的书也没有，讲弥陀要解呢和净土破文就靠这个，有时候把手机打开查一下，就这个啊，来来回回参考一下，就是说暂时用不用啊。哎，我说正好没书，以前吧装的这个很有学问，在书架里塞得满满的，说现在没书，我就心里想反正没书你就寄两箱子来吧啊，就动了这么个念，结果一寄来呢就也放在对面这个供佛像、佛菩萨像和护法像的，回去这边起居嘛，那边是供佛菩萨一个小屋，就堆在那儿落着，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用，就忘记这事儿啊。等到邻里跟我核实说那内容到底讲什么的，我说这没办法讲华严经，上哪儿找华严经的著书期了。哎，突然间那天早上上完香的时候突然看见这两箱子书啊，拿剪刀把一打开，正好是一部最权威的著作，就叫《华严书钞》啊。所以我们这次跟大家讲的注释的这个是陈观法师华严僧祖师著的《华严书钞》，是我们主要的依据的这个参考著述啊。另外一个就是李通玄长者著的《华严和论》，这两部著述呢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是华严经最代表性的著述啊。那么我们呢正好也就从此讲起吧，菩萨加持啊。第三个缘起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大家都知道我们讲到净土经无量寿经的时候号称是什么，是什么，对，是华严经的小本，弥陀经又是小本的无量寿经，我们现在正在讲弥陀要经，就在学弥陀经啊。也就是说从这个境界法界而言呢，它是直通的。怎么个直通法呢？极乐世界是我们今生的归宿，华藏世界海是整个这个宇宙的现前状态。那么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华藏世界海，因为我们现在凡夫心量啊打不开，为什么华严经说这么的步头大呢？他描绘的整个是华藏世界海，你说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心力脑子呀，你就是承载都承载，从理论上都承载不了，何况你去观去受用啊。所以说净土的极乐世界恰恰就是华藏世界海，我告诉大家记住啊，是一个截图，一模一样的原汁原味的截图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极乐世界的种种一正庄严啊，就是在一真法界华藏世界还抽取出来的一个样品提供给我们，知道吗？所以我们这就变得我们这次讲华严经有很大的增上作用。为什么？学习华严经以后可以居高临下，居高临下，这就是说我们凡夫的小心小愿小心小智呢特别不得入其门，所以才极力的提倡说啊，一门深入，幸愿十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华严经在心地上把它这个圆接一遍的话，你就能够怀着这个华藏世界的这个毗卢性海，用佛的知见佛的境界，把自己的凡夫心呢能够扩充到同步的法界。在这样的知见中，如果我们再回首看说啊，从娑婆世界立这个信愿念佛的方便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套修学体系呀，就是完全是顺理成章，符合事实，最简洁明快的方便善巧的手段，也是现在这个法界本来就是这样的面目，那么还有何不可，有何不能呢？啊，这是我们对于华严经最重要的要学到的一点增上因缘啊。那么从第四缘起了，这是我自己打妄想了啊，真的是这个世界啊，大家要知道我们虽然是凡夫的这个同居国土，可是真的从来都没有离开诸佛菩萨的这种住持清净大威德力，不可思议，从来都没有离开啊。为什么呢？你看我自己现在打妄想，
虽然我现在身居普陀山，南海普陀啊，那么到咱们京城这个西寺微末讲堂来讲这个华严经啊，我就想说，因为这观音菩萨现在是把我加持的一愣一愣的啊，已经不是说以前说偶尔的点化一下让你歇一歇再来，现在就是连发了，知道吗？啊，一个姻缘完了再一个姻缘，连个十字路口等着你就不容易，已经等了啊。所以我说观音菩萨正好借这个观到我们这个缘法的法缘了，他老人家有情有义，想称扬赞叹文殊之智、普贤之行、华严经的主要的这个功德啊。所以呢，譬如这那如来的无尽功德，希望我们能够同入华藏玄门，所以才在从小作安排成就这个因啊。所以我想我们来学这个教法，一个是学观音菩萨自立的啊这种慈悲，是佛的成佛的母，佛母嘛，你悲啊。一个呢也带上利他的这个，就像地藏王菩萨的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真的这次讲华严经也算是四全其美，不负在我们这个娑婆国土震旦国中还有四大名山这个应用，其他地方没有的四大名山啊。所以希望呢我们大众从这里能够信入，才算是发心无边啊。当然我也同时提出，因为这些年讲法呀我也在成长，大家也都在成长啊，真的是同修道友结伴而行，我们一直都在积累，都在种因，都在感果啊。那么这再次声明一下，因为我是凡夫僧，那么讲呢是如来的知见圣知见，请大家有一个要紧的地方，就是千万不能合为一谈。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讲的这个法这个境界是究竟圆满，是佛之见啊。那么能讲的人呢，我依然还是一个业障凡夫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不要因为我是凡夫而对这个圆满的法生起不敬，当然也不要因为讲的是圣法就认为我要求我也是个圣人，这我也特别要说明一点啊，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所以呢这里我们就于情于理的来和和学习啊就可以了，唯一的就是我们一起把心安住在这个教法的殊胜法义中啊。那好，我们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在讲之前呢先要对华严经有一个背景性的了解啊，因为上午有的居士同学就已经把这问题提出来了，正好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讲这些问题啊。先讲三点，第一个回合背景性的了解，一个是这部经典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什么情况下讲的啊。第二点，这部经典呢中途有什么因缘，怎么在这个世间流通。第三点，这部经典怎么到了咱们东土啊，有的可能也知道，有的能一知半解，那我们稍微有序的把它了解一下。通常我们划分就是释迦牟尼佛一辈子讲法呀，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记子啊，就是所占的时间上来讲，一辈子他讲法时间的这个管理和划分哈。宋代有一个孤山智圆禅师呀，他做了一个记诵给大家念一下，叫做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波若昙，华严最初三七日啊，法华涅槃共八载。那么这里讲到的说华严最初三七日，其他的我不管，华严最初三七日什么意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呀，在菩提树下成大圆满觉了。大圆满觉他由于一劝请他开始讲法，为什么呢？为诸大菩萨说的内证境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后来的所谓的三藏十二部啊，当然也包括华严经，其实在华严经中已经就说完了啊，一代教法就大方广佛华严经七个字中就总之把它说尽了，已经讲到头了啊。
可能我们现在还觉得说讲到头了，那这49年说法呀，我们不是一场一场的听，现在一步一步的经吗？啊，我们学习华严经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见解提起来。你看刚才迎请我啊，我就进来的时候就一种加持力，我就感觉到说，现在华藏世界还听法的菩萨，一直也说我们也是在其中的一员，也是在一个法会，啊，在一个时空点上。所以说，这个在我们国土里呀，好像是以文字讲说我们的汉语，对不对？我们在用音声，可是大家要知道，在华藏世界海中，人家是就用这个境界现前就来学习的，你能理解吗？就不是要这样更多的讲，不要一字一句的说，是现前这个境界就是法，就是模板，就是这个这种称性的表达，所以人家是这样的来听什么呢？听毗卢遮那法界生佛在莲花藏世界海中，到我们这儿以后。才说哦，是有释迦牟尼佛在头3期21天中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我们眼中的华严的这个称性宣说、世宗的宣说的情景啊。实际上，在法界来讲，它是在海印三昧，后面我要讲到海印三昧，在这样的一个大境界中现圆满的报身相，放光说法。啊，这些我们听起来现在就觉得，以这个佛的无量光加持诸大菩萨，为普贤菩萨为首的海会大众所说的，哎呀，我们听一听这样的话，就真的有时候很难同步到这个境界。啊，但是你要知道，他就是这一番的情形，所以说，每一会，后面我们也讲到《华严经》有什么呀？有这个7处9会。每一品一共有39品，每一句话每一个法义都是遍十方虚空法界的啊。今天这个我们算热身，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无尽的这个啊，这个无边无际无尽的这个概念给树立起来啊，一念就可以把无穷劫的这个法呢，一念中不断的说，不有休息，而且还不是语言文字的这种表达，就是现前境界的这种修行啊。但是呢，虽然这个境界如此深广啊，如果说流通到我们人世间的话，还不能离开具体我们这儿这个法，这个具体的现象。所以显现出来的好像就是释迦牟尼佛不仅仅在人间啊，菩提树下普光明殿也讲，上升到刀立天、兜率天、这个夜摩天也在讲啊。那么就这个层面来讲，他花的时间是最初的3期21天啊，而且有一种说法是前7天呢自己在一直享受这个佛的境界，证到佛果以后这种法喜，后2期3期开始讲的华严经啊。这么简略的大家了知一下啊，这是第一点世尊的宣说。第二点就要开始说到经典的流传了啊，因为众所周知呀，经典不是一开始都有文字的啊。那么我们一般在讲到如是我闻的时候呢，都会讲到这么一个典故啊，就是当时佛灭度以后，不是开始结集经典吗？对不对？通常我们在说到结集三藏教法的时候呢，最多的关注是有500罗汉，在这个七叶窟内，就在现在的印度。啊，七叶窟内呢，送出三藏教法，这是啊，大家集结成经律论，这是最为我们熟知的一个经典结集。但是还有一个情节呢，我们往往就把它一笔带过，今天必须要面对，啊，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同步的时候啊，还有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和阿难，你要知道证了罗汉果了，一边在这个七叶窟内送经典。一边又跟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在什么，在铁围山外面集集大乘摩诃耶藏华严经，主要就在这个结集法会上啊。那么结集以后呢，佛灭了以后呀，这个经典呢，他知道流通中呀，他看他要就跟一个人一样，要看你有因缘
啊，这个因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就跟咱们你说来这个居士林听法也是，今天嘛人很多啊，人山人海，感觉不错啊。相续中呢，就看看每个人的因缘就不同了。今天也是如此，这个关系到所有的因缘中的善根福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条件。那么华严经当时呢，佛灭度以后有好几百年的时间呢，因为大家学小乘法啊，学得太浓了，几乎就忘了大乘的这种究竟体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严经就淹没了，在世间没有流通的迹象。大家知道吗？啊，将近有这个近600年的时间，这么久，因为没有人福报能够招感的华严经在世间流通。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后来呢，全凭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说龙树菩萨取藏龙宫。华严经的传译者呢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是何许人？他是继释迦牟尼佛以后哈，当时在印度佛教史上最伟大的旗帜性的代表大乘佛法的人，龙树菩萨。啊，那个在当时呢，他是一个婆罗门种姓出生啊。现在我们中国人把他译为什么？八宗共祖。龙树菩萨是我们八大宗派所有都公认的，他都认他一个人是祖师。你看看他对佛教的贡献。但是他还没有学佛之前呢，非常聪明啊，世间的这些书呀一学就通，什么外道的教典呀，一些术呀道呀，最后还练什么，练到有一个什么本事呢？隐身。就突然间大家都看不见他了，他有这个隐身术啊，不知道也是持咒了还是修观，练出来这个隐身术，就跟三个好朋友呀动了邪心了，到皇宫里面去转悠转悠转悠，就看见皇宫里面的这个女众呀非常的漂亮，就动着这个情欲心了。哎，就把皇宫那些女众呢，他们隐身术我们看不着，就侵犯这些女眷，结果被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呢，由于皇宫也不是一般的人的福报能住的呀，皇帝他也是有福的呀，啊，那你的福压不过，虽然你有这点小雕虫小技，就被给逮着。逮着了，另外三个人呢，就全部给国王所杀，只剩龙树菩萨一个人了。因为他后面有一系列的这个法任务，所以就幸免于难。但是呢，由于这件事，他悟到了人世间是以什么为苦为本的。以什么？对，以欲为本为苦的根本。悟到这一条以后，即刻就出家受戒。啊，但是呢，他虽然刚开始他也有一番经过，可是学习经典的时候呢，并没有开这个正知戒，啊，后来还是在雪山上遇到一个老比丘呢，授予他大乘的经典，虽然学习了，也没有通达。就是一知半解，啊，类似于我们现在就是看了好多经书，可是他的见解没开，啊，而且对当时，因为他很多人就辩论不过他，就升起了大的我慢心，就从为什么自成一派，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一个大龙菩萨，大龙菩萨见他什么呢？时机已经成熟了，就把他引入龙宫，授他无量的大乘经典。啊，这样他才熏习了大乘的知见以后，才对佛法的这个教理呀、啊、正悟呀、啊、有了全盘的啊这种了解了，开始弘扬大乘佛法。啊，特别是我们现在讲的《般若波罗蜜》的这一部分经典啊，主要就是龙树菩萨开始宣扬弘扬起来，要不然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就是他老人家一脉相承一直在弘扬。啊，当时把外道也给摧破了很多，把小乘的有所得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些见解也给把他们拔起来，啊，把真正的佛法呢给彰显出来，所以他著作了很多著述，叫做千部论著，在印度有这个美誉。啊，那我们现在要回想起来，很多又要讲到说龙宫里面怎么会有经典。现在我们去看看，我也跑到普陀山的海边说龙王老爷在哪儿呀，看见的只有一浪一浪的水吗？到底在哪儿呀？
眼睛眯起来说，你给我们啊，这个就跟那个什么水漫金山寺还是什么演电影一样，说哎呀，特技做出来，带了好多侠兵这个归将啊，是，但是你自己这个妄想啊，这就叫法界啊。后面再来给大家讲到世主妙严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啊，原来我们人太狭窄了。所以现在学术上很多所谓的学者也研究说，哪里有龙宫呀？最后讲着讲着讲成什么了？说有一个叫大龙的一个也是学佛的，那么每号称叫菩萨，他家里藏书很多，把他带到他们家看了一下，给他看，就研究成这样。啊，大家要知道，这是在经典里面的龙树菩萨从龙宫里取出经典啊，这在海龙王经里面有记载。记载是什么意思呢？在请佛品里面，就是海龙王当时曾到灵鹫山啊，听佛陀讲法。在印度灵鹫山，他心里升起非常大的欢喜心，就当时画出宫殿，请佛到这个海中的龙宫去应供。大家知道吗？为什么现在说叫天龙八部护法呢？他受这个益了啊，这个受益了以后，这个天龙八部他们听法的话，他们对法的相应甚至比人要高得多。你比如说，不要看魔王哈，魔王大家知道最喜欢听的是什么法吗？魔王最喜欢听什么经知道吗？妙法莲华经。所以为什么我们居士人这儿也是正法能够久住住持，没有这些邪门外道能够侵占，就是因为在讲法华经。魔王特别喜欢听法华经啊，所以你看这一个宴席，一个福报，一个姻缘，各种各样啊。那么他当时把佛请到龙宫里面应供以后，就发愿什么了？在这个佛法隐没的时候呀，他发愿将护持，只要有经卷所在的地方，他就发行护持，成为护法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你看很多经典里面，特别是提到有一位龙王是因缘最深的，是谁呢？就是梭羯龙王啊。梭羯龙王是最相应这个世尊的教法的啊。那么等到这个龙树菩萨出世的因缘成熟以后呢，他又把华严经呢终于给请到人间来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当时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见到的华严经啊，有三大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算在我们这个三藏教法中最大部头的一部经典，但是是当时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最小部头的一部华严经，而且还不全。什么意思呢？哈，当时在龙宫里面，他看到上本华严经，大家知道有多少素，就是多少偈颂吗？偈还懂吗？偈颂还懂哈？32个字为一组，就叫一个偈颂。如果是诗呀，或者四六句子的话，就是四句叫一个偈颂。那么上本有多少偈颂呢？有十个什么呢？3000大千世界，磨成微尘，就一颗微尘一个偈颂，一个十个3000大千世界磨成微尘，这么多的偈颂啊。有多少品呢？14天下，就南瞻部洲、北俱泸州、东胜神州、犀牛贺州这四大部洲也磨成粉的微尘数，这么多品，我们现在只有39品啊，给大家讲的。就这么多，这是上本的华严经，就这么多啊。中本有多少呢？有498800偈，1200品啊。当然这个你看，我们从数字上就可以形容描绘它了，但是从内容上呢，我们还是没办法入进去啊。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华严经呢，是当时龙宫里边的下本，就是最简洁的一本，就像大般若经有600卷，心经只有270个字一样，对不对？这个我们学的华严经呢，在人家那儿当时就处于在咱们这儿心经这么短小的地方，知道吗？你想想我们现在还要就觉得呀，这么大的经这可怎么学呀，啥时候讲完呀？刚开始我想想，我说一句一句的讲，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么长啊。对呀，一个月一次，你说这来不及往生的。所以说这个啊，上本中本的偈颂呢太多了，不是凡夫的智力心力能够受持的，隐而不传。他传出来，他老人家就是用了90天的时间，
把下本10万计，十万不计送48品，啊，当时这里记载是48品，因为后面还有不先行运，啊，单行运，那么用了90天的时间给背下来，带到印度。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但是我还要跟大家讲哈，现在我们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45000计39品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也只是下本10万计中的一部分，另外一半还在里面。也就是龙树菩萨看到，就是能够利益阎浮提众生的，也就这个板块这么多了，就是足够学。啊，这是第二个哈，龙树菩萨怎么让华严经流通起来的？那么流通起来呢，它有第三个阶段，就是什么呢？大法东来。怎么传到东土的呢？大家知道吗？有知道有学习过的，我们现在也很少互动，有真的知道的说怎么传到东土。首先我们看哈，你们去过东林寺有去过的吗？有。这一说的啊，一呼就有很多音。东林寺知道有2个主事堂，知道吗？谁？远公上人。对，远公上人的祖师塔很特别哈，一块一块石头把它砌在一起，一个圆的像馒头一样。还有谁？这就不多了，相对少了，但是也说对了。还有一个祖师也就叫做佛陀跋陀罗，所以你看这种历史感真实感多强呀。 佛陀跋陀罗是何许也的呢？汉语叫做觉贤，他呢是公元4到5世纪最出名的翻译经典僧人，17岁出家，啊，学修的这个天资呢很出众，他是一位有修有证的大德。当时应智义法师的邀请呢，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呢，入到长安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禅学。但是大家要知道，他为什么后来葬在东林寺啊？由于他的姻缘呢不在北方，当时在长安城里，在还有一位著名的人，我们都知道是谁吗？长安城里谁是法主呀？鸠摩罗什嘛，你们都忘了吗？鸠摩罗什法师是当时长安城里的法主，他当时在这个逍遥园里啊，这个新民歌翻译经典嘛，翻译经典手下这个特别出众的弟子都很多啊，号称这个4哲8俊，就最著名的4个最顶梁柱，四大天王一样，还有8个再加起来，另外4个稍次一点，加起来叫8俊，就这么，这都是最出色的僧肇大师呀，写肇论的啊，道生法师呀，就这些都在其中啊。所以说佛陀跋罗的这个姻缘呀，当时一个是长安城里太繁华了，他不喜欢繁华地啊，这个山里住的久了，我也能有理解你。为什么？你看今天早上一路过来，我呀，这个车来车往，从那个故宫那边来说，空气还是不太好。哎呀，你们可不知道，我们普陀山真的没有这种情况，一早上起来就洗肺啊。所以说，他不太习惯了，因为住久了可能是山里啊，他就喜欢山里面住，不喜欢这个外援太多。再加上另外一点呢，他跟罗什法师门下的一些弟子们呢，在见解上不是很什么呢，很相应。这两个因缘当然我们要把它视作一个增上的推动，就是什么呢，就促使他当时带了40多个门人到他真正的有缘之地庐山东林寺。当时中国的2大佛教中心就跟在印度的奇环精舍和竹林精舍是一样的，在当中一个是长安罗什法师的这个逍遥园，另外一个就是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这是南北的2大中心啊。那么到了东林寺以后呢，他继续从事他的翻译经历，这是佛陀跋陀罗啊。那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说华严经的这个梵文本啊，当时藏在哪里呢？有一个叫遮居盘国，在这个西域啊，这个地方呢，他把它作为这个传国之宝，
当时不知道西域有这么一种风气啊。现在我们讲讲啊，这个佛法生怕别人不知道，但是他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作为这个镇国之宝，我们有一部经典别的地方没有，就害怕他们知道取走一样。你看《楞严经》也是这样啊。我前些天还有一个居士在微信上说法师那个您讲的弥陀要解，我能不能分享给别人？哎呀，我说你这个你还要问我，你是怕佛法是让别人知道吗？啊，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知见。虽然这个国王很敬信三宝，内宫里面藏了很多的大乘经典，啊，特别是对华严经呢特别重视，就藏在哪里？那个山间的石窟里面，把它封起来，咱们房山的石经里，对不对？啊，所以呢，要严防万有，定为国法，就是国家的法律里面，谁流出去，这个要处置，啊。那么当时呢，有一个东晋的沙门叫做知法领呢，他弘扬大乘，听到这个国家有这个经典呢，就前往求取。你看他有这个英明，啊，所以我们在世间呀，你观察一下，一切都是英明，什么样的人就跟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什么样的事有缘，他一定是他带着，啊，你仔细观察。这个求法的法师们，他就跟经书有，好吧，所以他一去求呢，国王定的国法本来是不许人拿走，他一去求反而一下就被感动了，就把华严经全给他，啊，就这么个因缘呢，就把这个一共呢36000偈呢就给取回来，大家发现呢又少了一点，是不是啊？让他带回来，那么当时呢已经到了公元40几，到了48年，那么这个当时有著名的这个官员呀，就恭请佛陀跋陀罗祖师爷把它译成汉文，啊，翻译成已经叫南方了，不在北方了，在南京一个叫道场寺，啊，跟很多这个有才华的高僧呢译出来《华严经》。那么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佛陀跋陀罗现在的塔在东林寺，71岁圆寂。啊，被称为庐山18高贤。他翻译的这部《华严经》叫做什么呢？60华严，要记住哈。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叫60华严，因为他的这个内容一共只有60句。60华严是晋朝翻译的最早的华严，这是第一部，啊。那再给大家说一下，还有一部华严叫做《40华严》。《40华严经》是什么内容呢？是我们现在读诵的《普贤行愿品》啊，很短嘛，对不对？一会儿就读诵完了，《普贤行愿品》的广本。那你明白吧？讲的一样的道理，但是它是《普贤行愿品》的广本，一共有40卷，也是《入法界品》的内容，就是单行本。这个40华严怎么来的呢？796年的时候呢，这个印度到了南印度有一个乌陀国，所以你看当时华严经也是在各地流通，各种请啊，各种办法，就像我们的大正藏一样。那么这个国王呢，听到大唐这个世圣，当时全球是大唐帝国嘛，当时是这个德宗皇帝，也非常信仰佛教，他听说有这个事儿以后呢，他就把他哎，这个经呢写出来进贡给，作为贡品啊，进贡给大唐的德宗皇帝，把它视为珍宝。后来呢，就让波若三藏法师，这个出家人叫波若，波若法师呢，在长安的崇福寺译为汉本，一共有40卷，所以叫做40华严。啊，大家要记住哈。晋朝的时候叫60华严，是佛陀跋陀罗，啊，那么40华严呢？到了唐朝了，是波若三藏翻译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根本法本啊，叫做80华严，也就是你们常读诵的。我们能够学修这部宝典，完全归功于一代女皇武则天。她说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啊。当时就是他怎么也听不懂华严经，特别是这个
什么说不是里面有一个喻比喻吗？叫金狮子张啊，怎么如狮子的毛孔呀？一毛孔又有无量的。这个你们到时候听的时候啊，我们今天不知道能不能讲到，要讲到一个无尽缘起这么一个概念。大家要知道，这就是当时连武则天都听不懂，那你们都比武则天都强了啊。他呢非常的力宏大成，他是一直有一个遗憾啊，武则天呢觉得六十华严的内容呀没有完备啊，没有全嘛，他心中特别遗憾。因为大家要知道，当时这个华严经呀，就是六十华严译出来的啊，还有大德在讲的时候呀，看出六十华严不太全，又从其他的经典里面翻译，把它内容呢和甚至有一些增补进来，把它给灌过去啊，因为有一些内容就好像有点小断隔断一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听到了于田国。于田是哪里知道吗？新疆我们，于田是新疆的哪里？哎，对，但你一想和田玉就知道啊。现在我们都心贪了，都一说和田是想他的玉啊。你没想到原来的华严经的这个八十卷的梵本全部的取经全的时候就供在于田国啊。所以武则天呢就派这个特使去求访何来，请谁呢？叫做石刹南陀尊者在东都洛阳的天空寺进行翻译啊，天空寺。那么他亲自监督啊，并且写序文呀，提品名呀。当时这个最著名的，跟大家讲，比如说菩提留支啊，可能你们有的没听过哈。我说的这些名字，又是当时教内响当当的代表性的人物，像这个义净法师，三大翻译家。那么这些呢，经过四年时间翻译成为华严宗的宝典，就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四十华严、六十华严和八十华严的出处。我们现在这次能够学习的就是八十华严啊，所以大家要感，就是要感动这个我们能够遭遇，真的是难遭遇的遭遇。